实第一次露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害羞，可是露了露了就很习惯了。就跟现在一样，为什么25年了，你看起来一模一样？有吗？有，完全没有变，完全没变，完全没变，完全没变。真的要说有变的话，是你现在身上变很多肌肉。这倒是，没有啦，我变瘦了啦。变瘦，变瘦就有很多肌肉吗？对，是吗？真的，我看看。哎喂喂喂，那个地方多没有用，不是用多来算的。你太原开过演唱会了吗？还没耶，还没哦。那我有机会吗？你会来吗？我想来啊。你会来就跟大家就是约好，约好，就是用你的这个腹肌作为一个约定，用腹肌做约定。坦白说，我没有。今天先看2块，然后下一次再看6块，可以这样吗？其实第一次露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害羞，可是露了露了就很习惯了。啊，轮到你了！什么？怪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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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兽！哈！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这样，我刚才这样。